等等一系列牙科疾病。我诊所常年为患者驱除一大夫啊，那个什么，我是你们那个对面大酒店的，我在那儿下班了。不是，那个酒店是我开的。真有钱。那个大夫啊，我跟你说点事儿 啊。那你先别说了，我知道。来，坐这儿。啊。坐着啊。那个什么，大夫啊。别说话。躺下。不是那个什么。别说话。平躺。一定要平躺。不是那个大夫。你别说话。别动啊。你别动啊。别动啊。干啥呀这是啊。别动哎，来张嘴。啊。大点啊。啊。你随着我的声来啊。嗯。不是，你看我口型。啊，没毛病啊，你这牙呀。我也没说我牙有毛病啊。那你上我这玩来了？是我带我妈来看牙来了。领人来看牙，我领你看牙呢。不是那什么大夫啊？别说话了，人来没？哦，我妈在外边等着呢。来，阿姨。什么？我跟你欢迎光临。不是，欢迎光临，阿姨。来，妈，啊，老太太看牙。是是是。嗨，我以为你看牙。来，大姨来，别着急啊，慢慢的啊。嗯。腿脚还不好。妈，慢点的啊。跟你添麻烦了。没事没事，平时抽烟不？不抽烟呐。记了吧，对肺不好啊。嗯，谢谢你。嗯，来，平躺。哎。你给我们好好看看啊，大夫。你放心吧，看。那个，张嘴看看牙，那都不用张嘴了。哎，妈，慢点啊。那我这牙呀，满嘴的牙都在这儿呢。啊哈，你这属于移动的。啊，我看看原来是什么材质的牙啊，别动。这个。哎呀。这牙造习罪呀，平时嚼铁啃铜了，不是真会睡觉了，掉地摔碎了，对，他假牙掉地就摔碎了，质量不好，是是质量不好，是这回镶个好的啊，哎行行行，这样大爷，那个镶个好的得多少钱了啊？啥牙？你看你分什么材质的呗？是您给介绍介绍大夫，我们这儿啊，现在目前有一款最好的，嗯，多少钱呢？种植牙。均都一颗三万啊？不是咋的了妈？妈不香了，别妈，不先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你等会儿，妈别着急，我问问他有没有便宜的，行不行？啊，我问他有没有，别着急啊，那什么，三万块钱太贵了，你这抢钱呢？还有没有便宜点的？便宜点的就是烤瓷的，均都一颗一万左右吧。不行啊，贵呀。孩子挣钱不容易，不香了。别，妈，还有便宜的，肯定还有没有便宜的？还有没有？你咋急着闹的呢？还有没有便宜的？便宜的有，塑料的，这五六百块钱上下满口。塑料牙才五六百块钱呢？啊，不行，太贵呀、啊，跟我们回去。塑料的也贵，有没有再便宜点的？再便宜的，桃木的。不是你是不是玩人呢？让我妈想门口桃木的，一呲牙辟邪呀！你说话呢？有你那么说话的吗？别吵你说的叫啥话呀？你先别吱声啊！不是，我替你叫一叫。生气不你？你搁点看看呀！行，坐着，没事，大姨，坐，坐着啊！别吵吵，别吵啊！你什么个玩意儿？你是人不？你瞅你那穿戴的家伙的，钻石啊，多能傲富！你瞅着大戒戴的。黄水银不长命啊！不是你也这么说，这么有钱还挎个乐威的包干啥呢？镶个牙舍不得花那俩钱啊？不是，你要没钱，我不啥话不说。作为我来讲，你那么有钱，镶个万八千的牙子做什么事儿？怎么的？叭叭啥？大夫，大爷，没事，没事，我不那孝顺啊，孝顺。没事，大爷，我知道孝顺。看看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就这么样，老太太替你说话呢。这老太太，我知道，这个钱她不舍得拿，我替你花啊。
到隔壁那屋去做做做下检查，看那牙龈有没有毛病。我今天给你镶满口的。是，小王，小伙子，谢谢你卖多少钱？我知你有钱，你别别生气，别生气。我哪有钱？快来，小王，哎、你这领你的检查去了啊？别生气啊，我一会儿再过去。咋的？给我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，听见没？闭嘴，听见没？这家伙的，进来就听你叭叭。你要干啥呀？你要干啥呀？我告诉你，我妈还不在这儿，我要不看你长得小，我削你了，你信不信？我告诉你，给我听准了啊！给我妈镶最好的牙，啊，种植牙，最贵的，满口的，听见没？怎么的？听见没？多少钱呢？得钱了，一百来万呢。一百来万是不？来，这套设备多少钱？那都没多少钱啊。你这诊所多少钱？你多少钱？你给我整急眼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把你牙拽下来给我妈安上，我再给你一百万，你信不信？你倒腾牙呢？你管我倒腾什么？不知道就别瞎说，知道不知道？怎么又想开了呢？刚才咋回事啊？刚才我从一进来我就要跟你说，你让我说话吗？啊，你让我说话吗？你也没准备说话呀，我看你有点忙。我告诉你啊，就跟我妈镶一口牙，你别说一百万了，你就让我倾家荡产，我都干。我跟你说啊，大夫啊。我跟我妈呢还有我弟从小就在农村长大，我妈呀是一把屎一把尿把我跟我弟拉扯大。后来呢我去当兵了，我弟呀也上大学了，后来我自己就闯，终于闯出自己的一片天了。现在我是有钱，可是我妈老了，我一直想把他接到城里来，可是他就是不来。我也知道他为了什么，所以啊，大夫，你不管花多少钱，只要能给我妈弄好，我谢谢。行吗，大夫？行，别走，别走。对不起啊，我应该说对不起。刚才我误会了，看你穿的流光水滑，我说你花钱了，你还舍不得，怨我了啊！你要不解气，你把我满口牙给我打掉。不是大夫，还有一件事，你说我妈成天那么省吃俭用的，你说我要让她知道，她镶一口那么贵的牙，你说她一急眼不得把牙都薅下去？那她一急眼用都容易过去。那可不，所以说大夫，我再求您一件事啊，千万千万别跟我妈说那个牙到底多少钱啊！啊，你就说吧，你就说咱满口32颗牙，你就说1块钱一颗，行不行？32块钱，1块钱一颗啊？石头子做的啊？不是，那我也不懂啊。那大夫，你说多少钱？你怎么得均高10块钱一颗？合理。行，那大夫，我拜托你了，行不行？10块钱一颗香，干嘛？躲，那个我把我妈叫过来啊。那什么？那什么？哎。别再乱说话了啊！要把你嘴买下来，听见没？真是个好孩子呀，我准备。